吗？今天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有贵客要到。哪个？你猜。姐夫啊。对呀、啊。还有。哎呦，猜不到哦。猜不到啊？啊、嗯。还有姐夫的弟弟，你要叫哥哥。热烈欢迎、哦。热烈欢迎。热烈欢迎那个哥哥。还有。还有、啊、还有哥哥的老婆，欢迎，越王欢迎的，还有，还有九根弟弟的，不，九根的小孩，欢迎，你哦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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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这么晚的特意带你跟那个姐姐出来，然后一起迎接他们，知道吗？啊，好的，来嘛，他们还没到，我先请你喝杯奶茶嘛 ，OK， 你要喝什么？烧香咋了？走嘛，进去点嘛，啊、嗯！这一点。发现了，发现了。漏了。我喝那个新出的山茶花。山茶花，嗯。有吗？有。走嘛，进去点呢。今天早上你几点了？五点。现在感觉是很幸福的，家里有弟有妹。我要这个山茶。好喝吗？好喝。那、哦、我也搞一杯。你把两杯山茶花，半瓶邓小平。好，咱们烧仙草。好。二十多杯，多杯。嘉宾来这边。等会等那个哥哥姐姐贵客到了，然后我们再带他来点。我们现在先在这里喝啊。好。嗯，走嘛，他在这里，这个我们等会过来拿。我们去给那个他们买点生活用品。好的。带回去啊。好。买点牙刷呀、牙膏啊什么啊。哦。啊，走。在那个前面。在那边呢。走嘛。啊。我妹这头发依然。我跟你说，精神都不少。对，精神都不少。这是弟弟说的，看到没有？弟弟以后走路要伸直，知道吗？这样才会更帅，知道吗？哦，有。啊。我本来就是。买点牙刷，然后毛巾什么啊。啊，你拿嘛。谢谢老板啊、哦，慢走慢走。价钱便宜点的，这么贵。你放心，拿，你回去拿个东西退了，你拿给我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走。现在物价贵，没办法的，妹妹们呐。嗯，走。放车上去啊。阿姐打电话来了，我看一下他们到哪里了。去看一下奶茶好了没有？走啊，你拿着呀。我那里，那怎么打不通哦？你干嘛掉了？喂？我现在是回去，先吃饭呢。哪个地方啊？我在兄弟大排档等你啊。大排档啊？啊。啊，你问他们要喝什么奶茶，我给他们点奶茶。啊，你问他们，啊，你问他小聂要喝什么奶茶，九根。九根呢？也不喝呀。那我到这里等你们啊。好好好，你都不喝，你喝不喝呀？你也不喝啊？啊？好、哦，我喝呀。那我在这里等你们啊。嗯嗯，好。姐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吃饭，等他们啊。等会吃完饭了，我就带那个姐姐到这里。有个姐姐来了，到这里买吃的，一起拿过去啊。先把奶茶拿着。你还是去给那个姐姐点一杯，跟我点一个我一样的啊。等下她说不要，我知道她喝不喝，点一杯嘛，好不好？啊。
走，我们去吃饭的地方等他们。啊、嗯。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呀？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他们吃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呀？乖。今天晚上的话，你们就不能随性了啊。那没有、哦。要把客人照顾好，知道吗？弟弟。听到没有啊你？好。听到没有？聊的呀，这个味道还可以，我们经常来这里吃的地方啊。嗯，我们现在到那个马路边上去等他们走。啊，你这个再走一遍，你这个姿势再走一遍。一听说姐夫要来了，那高兴的样子哦。你有那么开心吗？啊，肯定有了。你想不想你姐夫来？想啊。想啊。其实我觉得你跟阿杰关系蛮好的。嗯。啊。是不是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啊。还没来呀？这个也不是啊。我们就站在马路边上等啊。到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说几分钟就到了。都哪个方向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来呀。你看一下嘛，看他那个车牌，反正是二字开头的车牌。找一下啊。这个也不是啊，等一会儿嘛啊、哦，看我们两姐妹急切的心里，一个在等她姐夫，一个在等我们家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其实我今天这么开心，并不是因为阿杰来耶，因为来的贵客知道吗？像九跟小丽他们是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没来过，心情还是有点激动，特别是牛儿来了。我就怕他们牛儿在这里待不习惯，太热了。嗯，到时候反正就把空调房留给他睡，然后带他吃好玩好，难得来一趟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要带他玩的啊，等你见到了就知道了，听到没有？姐姐怎么还没到啊？不到啊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啊，看他们到哪里了。喂。喂。快了，快了是吧？哎，我跟弟弟在马路边上等你们。好。然后妹妹在里面点菜了。好的。然后她坐在里面。那你在马路边上看到我们呢，就想看到我们两个影子，你就不要跑过了哟啊。呵呵，我们谁？我心情很激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激动什么呀？我刚才跟我弟也在这里分析了这个问题。激动的不是因为见到你，而是见到我们家牛儿。你那就算了吧。过来，他有车，那就我就等你们了啊。好。啊啊，就挂了啊。你慢点啊。好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快到了，这几分钟了啊，还等一会儿啊。嗯。到了。叫人没有啊啊。那里面可以停，先往里面走嘛。啊！那又来麻烦你了。哎呦，不麻烦。弟弟。太牛了！我发现你真的长得太帅了。你长帅了，叫姐姐没有？姐姐好，姐姐好。小丽姐姐，这是。姐姐那里有个九根哥哥。这里有个子。走，我们去吃饭啊！走。走。哇，弟弟长得真帅，快吧，小帅哥啊，小帅哥一枚，随便吃吧啊，啊，随便哪里吃都行，随便吃点什么就可以了嘛。你别想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想我都没打个电话给我。